萨瓦迪卡，欢迎来到谭老师的中文课堂。我们这一节课要学习的是吃东西。我吃面包。这节课的题目，我吃面包。好，我们先学习这个。米饭。米饭，猫米米，包案饭，米饭米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学习第二个，我们这个是。面条，noodles，面条，more 一按，面，t 一熬，条，面条，more 一按，面，t 一熬。条，面条，面条，很好。我们下一个要学习的是蛋糕的案，蛋，个，凹，高。蛋糕，蛋糕，很好。蛋糕，我们下一个是要学习的是鸡蛋，拼音是鸡一。鸡，然后的，按，蛋，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包子。包子，包子，包，凹，包，子，包子，很好，我们这节课到此结束，拜拜啦。